天的课程，让我们了解到什么就是 gamification， 还有 storytelling。那我相信未来在跟辅大学生互动上能够有所帮助，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 fun， more fun in teaching and in learning。今天的课程就是让我可以更多的思考的方式在我的工作上，然后在拍片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想法。嗨，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最棒的地方是有很多就是可以大家一起练习的小地方，然后让我收获很多。虽然下午有点小小的累，可是下午有很多好玩的活动，所以就是欢迎大家明年一起来，拜拜。很开心今天有这机会来跟大师学习，里面有很多关于游戏的设计，或者是故事如何去表述，还有说一个好故事。那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一起来。我觉得我会想要去在我的课堂上去做练习，而且他教的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对，我觉得很棒，谢谢。有机会和年轻的学生有更多的沟通的可能，然后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所以有机会让上课变有趣。很谢谢CDC 的帮忙。我非常喜欢这一次活动的设计，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时间有点短，所以非常希望能够再举办下一次的活动。那活动设计非常用心，而且每个流程啊，然后每个讲解，我觉得都让我学到非常多非常多。那我也可以带回去，就跟我的学生这样子玩游戏教学。Have fun is more important.